他会逗你，但也最紧张你。下面很冷，他的第二站到，他呢穿在这个地方，他不应该在里边吗？就在这里边安心。他刚才是这么想的，他的由我来救不了你的事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憋着。然后呢？憋着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坚持不下去是吧？加油！来一二。